世一定地位的。游行的时候看这点这个餐，然后你拿薯条一边走一边吃，我让他试试看。今天已经完成了迪士尼乐园的一日游，那准备去导游那边，那准备去坐高速铁路，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已经会走去车站，还要去坐火车了。OK， 那先这样，休息一下。等一下就坐高铁回饭店了，是今天的最后的另外一顿汉堡。